位中天娱乐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 Ella。过年我们回去家乡的时候，都遇上很可怕的亲戚，我们该怎么应对呢？准备好了吗？可以接受这个挑战？亲家卖给搞 Round One。哎呦，你哪有看鬼耶？赶快呢！那有啦，你是吧？就我们得哦。啊，可以这样对亲戚讲话吗？可以。我觉得你好像比上次更胖两公斤了呢，有没有要减肥啊？我觉得你这个长辈好难招架哦。不用啊，菲菲的比较有福气啊，对吧？那今年和年终你领多少啊？不能讲，讲出来会吓死你。算了啦，讲出来你会伤心，不要讲。那你红包包多少给你爸妈？我都是六十位数心跳，六十位数也太夸张。六位数是多少钱啊？个十百千万十万，我都是六位数起跳的啊。哦。啊，那你的呢？还长得比金宝更高了，你知道吗？那很正常啊，因为你们小孩就比我小孩大、啊。但是我觉得我儿子好像看 N 导哎，真有尴尬的。哎呀，小孩可爱健康就好了，都好看，都可爱。你知道我翻白眼。哎，你不要再生一个了哈，我觉得他一个就寂寞哎。不用啦，一个人比较好啊，以后我老以后财产都是他的。太厉害了，亲戚们 KO。长辈们，希望你们都能够身体健康，然后对别人的关心不要过度关心，就是最好的关心，好吗？Hello， 各位中天娱乐频道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坤达。因为其实过年大家返乡的时候会有这种烦恼，因为就会有一些很烦人的亲戚呀、啊。哇！想问你说要怎么应答比较好呢？可以接受我们这个挑战吗？我尽量，来吧。阿伯啊！啊啊，那你咧无用啦哈，无用。我们三个人盖小黑医生了。所以亲戚都讲台语对。man 啦 ，man 啦，哦。我是替你着急啦。对啊 ，man， 我阿母都无咧着急啦。薪水现在领多少哈？现在哦，就是很够用啦，就是免还肉啦，免还肉啦。十万哈、啊！哎呀，哈哈哈哈哈哈！直接逃跑了是不是？没有，我就微笑带过了、啊。这次你年终多少？我们没有年终啦。那你是不是薪水很多？你是买几间房子的？没有啦，没有啦。哎呀，要被夹崩啊！不。好的，其实我现在身上穿的这个喜气的外套，它是有点英伦摇滚风的那种感觉。然后这一次我觉得过年就是要穿这种非常亮色系的这种黄色，然后配红色，可以让人家感觉就是心情很愉悦，然后也觉得自己很活泼年轻的那种感觉。 Happy to you 兔年行大运。